光信可以打野吗？我的答案是可以的，而且很强。前期红 buff 开自信交逞，提升打野速度。我建议前期带个辅助，因为理性四级前比较弱，防止对面入侵野区。我靠，怎么回事？这小卡拉米竟然敢搞我心态！光信打野笑死我了，老板，我把他 buff 抢了。看这架势是遇到引援了呀！原来你就是老板，还想加鸡腿？我倒要让你连鸡骨头都没有！这种小卡拉米根本就不用理会，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人抓好就行了。你们看这张飞还想要鸡腿，对老板大打出手，我就搞不懂了。你已经开始明眼了，你还装什么？盯我很久了，这么辛苦，我不送个人头我都感觉我过意不去。顺便再看一看你有什么实力，就你这样子还敢偷榜，这么菜是不是找别人代打的？偷榜难道是我上个月打的国师李信？那又不是我的号，人家给我钱让我帮他代打，你去找他找我干什么？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奇葩，这个张飞还给我打气，我打的可是你的老板，我真的是笑了，自己的意思不行还说人家偷袭，就你这样活该被人偷榜，还千万粉大主播，我看你就吹牛逼牛逼一点，输了还要封我号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主播特权吗？反正那又不是我的号，随便你。怎么，我刚刚杀那你老板，你要帮你老板报仇啊？可惜你什么都做不了，就算四打六那又能怎么样，我一打九都没问题，就你这样别再出来丢人现眼了。我感觉他又要找借口了，网卡的问题，既然你网络卡，那我就早点结束吧。